原标题，这个省才是中国面积最大的，新疆只能屈居第二。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用中学地理里的表述是幅员辽阔，地大物博，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，是世界国土面积第三大的国家，陆地面积约为960乘平方公里。由于历史及地理原因，各省区的面积相差悬殊，其中面积最大的为三大自治区，新疆为乌尔自治区166万平方公里，西藏自治区 122.84 万平方公里，内蒙古自治区 118.3 万平方千米，三者相加总计为 407.14 平方公里，占了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40% 还强，把新疆界定为我国面积最大的省区，是受传统观念影响，因为我国除了拥有960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外，还有470万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，如果加上水域面积，有一个陆地面积，本来非常小的省份就直接超越了新疆，这个省份就是建省时间只有30年的海南省。海南省的陆地面积虽然只有 3.54 万平方公里，但是它的海域面积却高达200多万平方公里，两者相加，海南省就成为我国国土面积含海域第一大省。海南的历史也非常悠久，秦国在秦始皇33年前214统一岭南广大地区后，便在岭南设置桂林郡、南海郡和象郡，海南岛就为象郡之外叫。由于地区偏远，海南岛自古就被官府当成流放地，经济发展一直滞后。1988年是海南岛重新焕发生机的关键节点，从那时起，本为广东海南行政区的海南岛升格为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，从此迈入经济提速的快车道。海南岛是一个四时长花、长夏无冬的地方，气候条件特殊，年平均气温在24度左右，阳光、沙滩、吃不完的海鲜，悠闲慢生活。如今的海南已成为万千国人向往的度假天堂，被誉为中国的马尔代夫。图片来自网络返回，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